接可以留。我个人最喜欢的节日就是一年之中的圣诞节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，就是要去在里面的直播，现在在征求年轻的男女，满满的主播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这个超级月亮呢，它据说是68年来最大的月亮。跟着记者再往里面走，这边可以看到电影演员跟剧情的介绍。